白雪，你快看呀，怪兽哥哥给我买了这么多切切卷泡泡糖，可好吃了，就不给你吃。你的奥特曼哥哥肯定没有钱给你买吧。贝尔，你有什么好嘚瑟的呀？不就是切切卷泡泡糖吗？我虽然没有钱给白雪妹妹买，但是我会画呀，我要画好多好多的切切卷泡泡糖。奥特曼，你个穷光蛋，没有钱买，竟然在这画起来了，你画的再多有什么用呀？哼，臭怪兽，你瞧不起谁呢？我奥特曼想要的东西从来都不花钱买，只要用奥特魔法变一下就出来了。哎呦呦，奥特曼，你可真会吹牛，你有这么厉害吗？有本事你变出来让我看看。好好好，我现在就变，你可要睁大眼睛看好了，奥特魔法变变变。哈哈，什么都没有，我就知道你在吹牛，这回丢人了吧。哼，我才没有吹牛呢，刚才是我没有发挥好，我要再来试一次，奥特魔法变变变。哇，奥特曼哥哥真的给我变出来切切卷泡泡糖了，也太厉害了。贝尔怪兽，这回你们相信了吧。